江西米粉，南瓜，香辣碎，江西米粉的口感就是糯软糯，江西米粉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它是袋子这个纸的后面都有做法的，这里纸的背面有做法，开水泡半个小时，煮上3分钟到4分钟就好了，可以做汤米粉、炒米粉、拌米粉。好吃，江西米粉比较出名。开饭了，红烧猪蹄，青椒炒南瓜花，好吃。好香，
肠壮，它 Q 肠。也是个大骨头啊，辣椒炒这个南瓜花好吃，好好吃，用猪油炒，广东肠粉有一阵子没有吃了，上面我放的是咕嘟辣个酱，点的是鸡蛋肠的鸡蛋肉末，
老香了。Nice.